森林是孕育生命的所在，因为森林是动物跟植物的厝，伊是生态基因库，充满了丰富的自然资源。伫个台湾，有四分之三的林界是森林，伫个遮有足侪动人的故事。今仔日，阮一班安排了野外教学的课程。阮选择来到部落附近的金鸡国家森林游乐区来做生态体验的教学。阮第一站来到游客服务中心。游客服务中心唔闹完整的林区动物、植物的介绍。透过这美丽相片，学同学对眼前这大片森林充满期待。所以参观游客服务中心是拜访森林进前第一站爱学习的功课。林基国家森林游乐区在高阳县桃源乡宝山村，它的面积大概是770公顷，海拔在500公尺到1804公尺中间。它内面包含亚热带以及温暖带植物上，在生态系的水质分布上，这段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。因为年平均温度在摄氏18到21度中间，气候真凉爽，所以它变作南部最出名的避暑胜地。阮跟着国家志工的解说脚步，到阵来体会林基的生态之美。园区内底有足侪足丰富的林相，所以规划步道系统完整而且真多元。其中通往瞭望台的步道分别有 A、B、C 三线。对游客服务中心出发，那是按 A 线的步道来行。沿途的景观有天然跨峡拿，生态资源丰富。伫个山脚歌声的陪伴之下，能够到瞭望台。你嘛应该选择 B 线的步道前往瞭望台。沿途优美的林江林景观非常的美丽。衔接 B 线步道，沿着树海步道，会当欣赏到登基上出名的树海新土美景。也新土循环健身步道是一片整齐的柳杉林所形成的。你会在这里享受森林浴的洗礼，所以游客会当按照自己的体力和行程，规划一段充满自然的登基生态之旅。小朋友啊，咱来到森林内底，第一个就是要把声音放好个。这森林是野生动物的厝，咱是人客啊，咱行在这森林内底啊，应该要保持对森林一个礼貌的态度。伫咧登基有两种林相的景观，头拄咱沿这个步道起来时阵啊，看到这个非常整齐的森林，就是叫做尖叶树的林江拿。这意思就是讲啊，伊是经过人工规划，然后啊，建个非常整齐一片森林。解说员讲讲，伫个登基这个树木，拢是台湾上珍贵的树种，亲像台湾杉、足少的芳杉，也加 hinoki。其中台湾杉伊是冰河时期足以植物，所以非常的珍贵。沿着步道向前行，两边边啊，悬大整齐柳杉，凉风对林木间吹过，伫个遮享受着清凉的森林浴，让人感觉如沐春风、神清气爽的感觉。遮的柳杉林也加照入来日头，伫个森林内底留下美丽影迹。大雾啊，空气变甲足重的。顺这个步道，我过去，日头又回来了，这就是登基的美。
听布隆族的囡仔伫个森林内底观察体验的身影，嘛伫个我的相片内底留下台湾生态永续发展的希望。伫个丁基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，除了第一滴真济人工林上以外，丁基也阁有非常完整的天然跨向拿，其中以樟科甲卡刀科是优势物种。小朋友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咱岛边这片森林。恁看这片森林啊，都甲头拄咱行过这林座拿，生了整齐这林座拿完全无共款。咱是毋好看袂起这种目睭就原始的森林哦。譬如讲，参像咱隔壁这丛啊，哦，伊就是卡刀科的植物。那呢，这种卡刀科的植物啊，伊伫个结果的时阵啊，有大量的果实。那你这种大量的果实啊，对提供和伫遮休困的这挂野生动物食物的来源。这无同款品种的树种啊，都无同款的这果实。那你无同品种的果实，对提供者无同品种动物主要食物来源。这原始森林都有这种的功能。沿途步道顶面开满美丽秋海棠花蕊。介绍员讲讲，丁基的秋海棠种类足多，应该讲包括了台湾一半以上的种类。我发现伫个这片无形的森林内底，处处拢充满生机。这个时阵，我发现了悬大的树顶头有植物固定在伊生长的趣味现象。恁看，迄是咱常常食的植物呢，伊是安怎爬到遐尼啊高的所在生长哈？哦，这是鸡母树啊，伊是蕨类的一种，伊会当伫遐高的树啊顶啊生长啊，是因为生态热带包住，经过风或者是水的媒介，然后啊，才伫遮高的树啊顶面生长。我发现森林是一个新型的生命殿堂，因为它提供了千万种生物生存的环境。这拢是你甲我唔捌了解，也唔过是一直存在伫个这地球上的生命。植物是大地上美丽的装扮，四季的水拢写伫个丁基的花草小径顶面。春天是丁基上水的时节，山林小路就参像是一座舞台，花草争奇斗艳，非常的美丽。夏天，白云甲清风伫个树仔顶讲细声话，照入来日头，就敢那是伫个森林内底咧美小菜。秋天。山色就参像一面镜，凉风轻烟，予人神清气爽。冬天，高岭的林道，心幽静谧，就参像破白山水，遐尼啊有气氛。夜下晡的乌雾山景，搁较是扑朔迷离，敢那有敢那无，好参像诗人口中所讲的“山色空茫乌鸦集”。同款的朦胧之美，不管你选择什么时阵来登机，伊总是会当予你有无同款的感受。您看，您看，遐有乌点呢！小朋友，咱千万啊，唔好去捉这个野。咱若要看野，只要找到野的蜜源食物，或者是幼虫的食草啊，就会当看到野啊。按照介绍完的方法，阮就守伫个拍鼓小边啊观察，连物仔都看到足侪蝴蝶的。这种等待的欢喜、期待，甲自然拄到的欢喜心情，是自然体验内底上难忘的感觉。小朋友，这唔好搬叮当，唔好搬叮当哦。小朋友啊，咱今日在森林内底啊，这块大树啊，唔好去乌白甲刷叮当。因为事实上啊，这挂大树内底啊，带着足侪足侪这生物伫内底，咱即马做伙来甲观察一下。你甲看卖，这个凹槽内面啊，有足侪美丽昆类啊生长伫遮，
啊，那这个小小的坑呢，就表示讲啊，内底有足侪这个菇啊、幼虫啊，秘伫这个茶内面。这茶不但是一挂虫的厝，嘛是因食物的来源哦。足趣味呢，连这看起来无虾米的烂叉壳，都这么侪生命伫个内底生长。这就是森林生命的秘密。小朋友，咱走入去这森林内底啊，开始都要用咱的耳啊来体验森林内底声音。恁即马听到几种声音呢？我听到僵尸的叫声，这是赤巴碰刺的声音，还有白耳啊伫咧唱歌好听的声音。你即马敢有听到一种鸟的声音，亲像咱咧哭时啊这种声，一种会用哭时啊的鸟啊？就是叫做白耳啊，伊是丁基森林游乐区内底啊上界普遍的一种鸟。这白耳啊，就是咱即马看到的这个界碎牌顶面的一个，因为啊，伊有一条这个白色的过眼线，一直伸长啊，到伊的头后面，所以伊的名就叫做白耳啊。咱即马用望远镜详细来甲看卖一下。您真正是愈来愈像小自然观察家。咱即马来看这个界碎牌，吼、哦，这边冒这个尖头啊的介绍。伊上大的特色啊，就是伊的头啊，生做那亲像是鸡骨，吼、哦，伊的叫声真特殊啊，叫做土米叫土米叫，动作嘛非常紧。哦，另外这唔那是伫树啊顶哦，伫树啊下面啊，冒一挂鸟啊伫咧活动。所以讲，咱伫咧观察鸟啊类啊，无一定拢伫树啊顶面。有一挂鸟啊，伊是伫这个森林的这下骹站伫咧活动的啦。尖头啊，土米丘、土米丘的叫声，就亲像伫咧森林内底向咱这游客拍招呼同款。其实森林是充满善意的，只是看咱人类是用什么心态甲动机走入去。这一撮丁基森林生态体验，真正予大家学到足多。我相信。人若是用囡仔迄款的神经心灵，走入去心灵内底，台湾也会孵出动物的心灵。丁基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因为挖出云山自然保留区，加上保有完整的中低海拔跨海拔，所以孵出足侪珍贵的生物。加平常时啊，真难得伫个步道顶面发现的动物。其实，拢生活伫这片森林内面。暗时的丁基，又果是一番生态景象，就亲像画布景的自然舞台。其中，以野类的生态景观上丰富。假使若是要亲身体验夜间森林的另外一番风貌。就会当安排暗时啊，住伫个游乐区内底。相信两天一夜的丁基国家森林游乐区之旅，一定会予你有足侪收获的。伫个林务局屏东林区管理处的规划设计之下，透过这符合生态公法的林道、凉亭，予人更加容易走入去森林。所以，只要遵照规划路线。唔难嘅进行，赏花、观鸟，伫个享受丁基国家森林游乐区嘅美丽以外，同时嘛袂去干扰到森林内底其他生物嘅生活。老师加油！老师加油！当阮去你家瞭望台，眼前一片开花嘅壮丽山色，风吹过森林，脚下面一片嘅树海随风摇来摇去。就亲像海涛同款，绿波荡漾，我体会到丁基的心涛之美。北方的玉山，南方的大武山，东南方的出云山，当我望到这山林内囡仔，看到界碎牌，在学熟悉眼前的高山的时阵，我看到一种学习熟悉自己土地的热情。
在即马物质文化清晰的社会，还有谁会关心这些代志呢？在阮中心建立心灵，面对这么大的自然世界，阮对土地的情搁倒来啊！这就是阮这段登基生态之路所学到上水的功课。